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寿终之后，生尊贵家。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欢喜踊跃，修菩萨恨，具足德本。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戴德普等三昧，住世三昧，至于成佛，常见无量不可思议一切诸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菩萨随其志愿，属欲闻法，自然得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不及得智，不退转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不及得智，第一、第二、第三法忍，于诸佛法不能及得不退转者，不取正觉。第四十三愿，闻名深处尊贵愿。这一愿表达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无量无边的国度，有无数的菩萨众，只要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就能得一种利益。这种利益就是他这一期生命终结之后，就下一生就能升到尊贵之家。如果这一愿不能成就的话，就不取正觉。这是法藏菩萨在因地考察他方世界，有很多的菩萨从初发心开始修道，就有一种情况，就是常常不能生在尊贵之家，尤其在信位或者外凡。从通途佛法来看，圆教三贤位十住十行十回向有三贤位菩萨的福德智慧，他凭智力可以升到尊贵之家，但往往没有证到三贤位的这些菩萨，那他有可能升到贫贱之家。当一个人生存都没有基本保障的时候，别说他要讲修自行化他的菩萨行，就是保持基本的道德都很难的。这个台湾一个法师真华法师，他写这个参学所谈呢，谈他参学的过程，看他的一生还是很苦的。他就是四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由于家庭就是不和睦嘛，就是气得上吊了。他的父亲也是这个败家子啊，把一点家产都败掉了，然后就甩手就当兵去了。所以这个正法法师童年呢就成了孤儿了。
故而呢，还幸好一个祖母还相依为命。然后他的祖母呢，就在11岁那一年呢，又去世了。他就彻底的成了一个流浪者。本来开始寄存在他的叔父家，叔父呢也有好几个子女，他在那个家里也是觉得没有自己的任何的尊严和位置，他就干脆就出来流浪了。流浪就住在那个村里面有个火神庙，荒废在那里，就夜晚就在那里住，白天呢就基本上处在讨饭状态了，或者跟人家打打短工的，这一家要住一天短工，那一家或者要放点牛，他就是做这些事情，但是基本生存都得不到保证了。得不到保证呢，而且这些乡里的这些小孩子都欺负他，欺负他。他有一天又有几个跟他一样大的小孩子就戏弄他，侮辱他，他甚至要跟他们打架。幸好他的力气还比较大打架他都能够镇住几个人。这几个有点钱的家庭小孩子觉得打不过他，就想了个办法整他。其中一个小孩子说，就拿出20文钱呢，说我一把镰刀呢，掉在水井里面，你给我这个把镰刀捞起来，我就给你20文钱。这个郑华呢，觉得哎呀，是真是身上一文钱都没有，他想想这20文钱呢，至少能够给他解决2天吃的问题，他想了想就答应了。答应了这几个坏孩子就把他领到井里。11岁的男孩要爬到井下面，那个井水非常的冰冷，他就这个钻在水里面去找镰刀，那找了半个小时终于把那把镰刀找上来了。找上来这样往上爬的时候，发现这个脚呢好像被一个什么缠到了，他以为是一般的泥鳅缠到了，但仔细一看不对，是一条蛇，水里面一条蛇把他脚缠到了。他一下子就很慌，很吃惊了，正好手上有把镰刀，就赶紧把那个水蛇砍下去，但是他的脚已经被蛇咬伤了，所以他就非常恐惧，非常挣扎，从那个下面井下面爬上来了。爬上那个几个坏孩子实际上是逗他玩的，哪给他钱，那等他镰刀一找上来，井口上一个人都没有人家都跑掉了。然后他自己被蛇咬伤了，只有自己一瘸一拐甚至连走带爬回到了他住的小庙破庙然后这里他就基本上处在一种昏沉状态，这个2天呢两晚就昏睡，也没有吃一点东西，还竟然命比较大昏睡过来之后发现蛇伤还愈合了你就看他讲他童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很想读书，没有机会读书还幸好碰到一个刘大娘，看到他太可怜了，最后介绍他到山上的一个庙里面出家，这样才让他走到了一个正确的道路，至少衣食可以有着落。到了那个寺院的那个师傅还对他比较好，又送他念了2年的私塾也念书了他最后他也可以知夫者也了你看他写文章以后写得不错了经过艰苦的这个修行，也成了
一代高僧了，啊，但他那种，生在贫贱之家，实际上早年他的家庭还是不错的，是当地的比较富裕的，但是很快家庭就败落，那是什么原因呢？可能跟姓外道有关系，他的祖父就是姓黄大仙的，啊。好像这黄大仙也给他家里带来点好运，但是有一天，这个他的祖母正在拉鞋子的时候，忽然从粮仓里面跑出一个，黑色的，不叫黄鼠狼，那叫黑鼠狼了，一跑的还很大，这个他的祖母都用一看也很吃惊，就用那个鞋底呀、啊，很用力的给他拍了一下，一下就把这个黑鼠狼给拍死了。等他祖父一看拍死了他的这个黑鼠狼，就大吃一惊。他们可能当地有个说法叫“千年黑，万年白”，这黄鼠狼修了一千年会变成黑的，修了一万年能成为白的，啊，实际上是他崇拜的对象。但被打死了，这被打死也可能一切法又心想生，他的祖父一下子就害怕自己，那果然很快家里就灾祸一个一个过来，家道败落，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信仰就不能信仰这些外道的东西，啊，一定要有正确的信仰。所以这个法藏菩萨发这个愿，让这些菩萨们能够生在尊贵之家，这就很有必要性了。尊贵之家类似于什么呢？如果在印度来说，就是具有权势的刹帝利的家族，具有精神文化，掌握精神文化特权的婆罗门家族，或者具有大富长者之家，这属于尊贵之家，属于社会的上层，被大家所尊重。那如果一个菩萨他在无量劫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叫留任度身呢，虽然他能够取证，但是他还要留些烦恼在这里轮转的过程当中，与众生皆法缘来度众生，所以你在留任度生的过程当中，你的出生的家庭，如果尊贵的话，就在教化众生方面有一个好的基础，比如佛，等觉菩萨在斗善律院要降诞在这个地球做佛的时候，其中有一项要观察他要降诞的家庭，这个家庭一定是尊贵之家，所以释迦牟尼佛就降诞在迦毗罗卫国国王之家刹帝利。由于在这个简洁的时候，众生都是看重权势，所以一般就会投身在国王之家。如果在贞洁的时候，大家都尊重精神价值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这尊菩萨就会降诞在婆罗门家，弥勒菩萨以后降诞的家族就是婆罗门家，这都要观察仔细的，不能随便投身的。如果关那个家庭没有投身对，那是在度众生方面是有妨碍的。别说祖父降诞，你就一个在一个太平盛世，或者在一个乱世，你要度众生的这些祖师大德们，都得要有这样的条件。玄奘大师从印度回来，组建那个译场翻译场，唐太宗非常支持，那是在全国各地调那些很有才华的、很有道心的法师前来帮助翻译。你只要看那些法师，
大部分都出生在这个贵族家庭出家的，比如奎基大师，这还是玄奘大师还在印度没有回来的时候，即将回来的那个时候，这个有一个尼建子会占卜，就占卜他能不能回正胆国，能不能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其中就占卜发现了，说有一个智慧的人已经投身到这个大唐国了，你现在可以回去了，回国了。哎，他都能够看得出来。那这个奎基大师他是那是出生在将门的啊，他的这个伯父就是尉迟敬德呀，那是开国大臣呐，鄂国公啊，这个是玄奘大师有一天在野外看到奎基17岁的时候，长得非常的俊朗聪慧，所以是玄奘大师亲自登门要化这个年轻人出家来给他做弟子的。当然开始奎基大师并不愿意出家但经过一些劝导，终于答应了。都有一些传记可能也不知道正确不正确的，有的他说要答应他3个条件他才出家，什么不断情欲喝荤酒所以他出家说是三车和尚嘛，第一车是载着经书，第二车他坐在中间，第三车就带着酒肉和女人估计这个都是讹传的从他以后的出家经历来看是非常严谨的，但可能他在持戒方面不一定有道宣律师那样的严谨道宣律师也是跟奎基大师一起参加了这个一场的，所以这两个祖师还常常有来往。道宣律师持戒今年赶得天人送供的，在弘扬律宗方面那是独步正胆国了。有一次这个奎基大师去拜访道宣律师，天人没有准时送供过来，直到这个奎基大师离开了之后，这个天人才送供过来。这个道宣律师就有点不高兴了，说你怎么这么晚才送过来。这个天人说，刚才我们进不来说有大乘菩萨过来了，所以他的护法神太多了，我们天人的神力搞不过他，所以等他走了之后我才能进来这么一说，道宣律师才对这个奎基大师刮目相看了。奎基大师出身高贵智慧非常深邃，属于百部论祖传承法相中如果说玄奘大师是开创之祖的话，那奎基大师就是这个首闻述着之中对于阿弥陀经他都有一个注解呀。从正反方面来看，说明阿弥陀佛的愿慈悲之极，复念一切诸菩萨，加持一切诸菩萨，那这个名号当中就是福德之正，名号当中的福德就能加持他方国土诸菩萨生生世世能生到尊贵之家，不受贫贱之逼恼。好，请看第44愿，修行具足得本愿。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世界无量的刹土也有无量的诸菩萨众，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号，心生大欢喜，表现在外貌形态上踊跃，手无足蹈的
啊，表现他那种信心欢喜之相，并且修菩萨的六度万恨，能够具足德本啊。这个具足德本呢，从通途佛法来看，就是修六度啊，修六度是趋向无上正等正觉的根本。那从净土法门来看，这个信愿称名，一行三昧呀，信愿称名就一法界之行，他就能够以一法具足一切法，依法成就一切法的原教的理念来啊，成为成就佛果之妙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能够支持万德弘明，也就是具足德本。莲池大师在弥陀疏钞里面说啊，无量的诸菩萨众，他在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动金恒河沙劫呀、啊，来修六度万恨，都很难满足。那现在闻信净土法门，一心念佛就具足六度，一心念佛万缘自舍，即不施波罗蜜；一心念佛逐恶自止，即持戒波罗蜜；一心念佛心自柔软，即忍辱波罗蜜；一心念佛正念分明，即般若波罗蜜。推而极致，不出一心，万恨具足。一般的通途啊、学人对莲池大师的这段话，他是会有种种质疑的，因为他是不了解一心念佛的功德，就认为你念念佛就能具足六度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呢。他是站在通途的立场来看，实际上并不了解净土法门的神妙之处和圆顿的啊、道理。莲池大师不是一般人，这段开示是非常的精辟的。如果不具足六度万恨，何能说是万德弘明呢？而在宗教实践修行当中，也确实就是这个道理。当我们一心一意在支持这句名号的时候，你心就清净了，就是戏园外面的五欲六尘，乃至戏园一些世间处世间的一些善行都舍掉了，那你可不是布施道家了吗？啊，连布施也得布施啊！啊，这就是禅宗有位大德庞居士，他家里万贯家财都把他装到船上，啊，这个到江中心把这个船啊着穿，然后沉到江底。那人家就问你，为什么不拿这么多财产去做善事呢？啊，那这彭居士是一个开悟掉的人呢、啊，他就觉得好事不如无事啊，连布施也布施也给他布施掉啊。那就清净自己呀、啊，所以他就全家人都是修行很到位的，就是种点地，这个妻子女儿就织点鞋子啊、去换点生存的东西就够了，万般家财都不要啊，所以万缘自舍啊。真正这个世间都是梦幻泡影的事情、啊、不要有太有为的心了、啊、真的你要
布施清净呢，三轮体空啊，这在你真为生死一心念佛当中才能得到。然后你一心念佛，色心念佛啊，你这个妄念恶念都没有，那身口其实也不会造恶，这可不是持戒波罗蜜。你一心念佛，佛号当中的慈悲的慈悲光啊，欢喜光，哎，使我们能念的心日益的柔软。啊，心柔软了，别人骂几句、侮辱几句，他就不会生气了。这不是忍辱波罗蜜吗？一心念佛，自心一处，这可不是禅定波罗蜜吗？一心念佛，这就正念分明，孤名利利，念清楚、听清楚，这可不是般若波罗蜜吗？无住身心，啊，所以。为什么念佛能够具足六度万恨，就是当下这能念的心就具足世间和处世间的一切的功德，这叫不出一心万恨具足。所以这些他方世界的菩萨闻信弥陀的名号，他就知道这个弥陀名号的甚深的功德，他才心生大欢喜啊，欢喜踊跃，有弥陀名号的功德的加持，他去修菩萨恨，具足德本啊，他才不疲不厌。所以这个具足一切功德的根本就在这句六字洪名当中具足，他方世界菩萨深知这一点，他就能够欢喜踊跃的去受持。请看第四十五愿，皆得三昧见佛愿。这个大意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国度啊，无量的诸菩萨众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号，都能得到普等三昧，住在这普等三昧之中，直到成佛的全过程，都能恒常的睹见无量不可思议一切诸佛。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就不取正觉。他方世界菩萨他们修行呢，希望得一种三昧，这个三昧就是常能见佛啊，定中闻佛说法，解答疑问，得佛加持，蒙佛受记。所以能够有这个普等三昧，普见十方一切诸佛，就能令这些菩萨在修行上得快速成佛的真上缘。那这个普等三昧是什么呢？普就是普遍的意思，等就是平等的意思，普遍平等三昧。就这个三昧呢，能够普见一切净土和秽土的诸佛。这个三昧的来源就是，只要闻信我的名号，你都能得到这个普等三昧，在这个三昧当中就能见佛。我们就能思维这个慧远大师和莲社的其他的莲友，在那个时候修念佛三昧的时候，就有不少有定中见佛的体验。那慧远大师有个三次定中见佛的宗教体验，他对于这个定中见佛还有一些疑问，就曾经请问过鸠摩罗什大师。慧远大师曾经向鸠摩罗什大师请问了十八个问题，这十八个问题都应该是很高端的顶端的
心性哲学上的问题，也是修行上的问题。这一问就出在第十一问，就是谈念佛三昧定中见佛的问题。因为《般若三昧经》谈到三昧见佛，就好像类似于梦中所见。慧远大师根据这个就有一个疑问，说我定中见佛，如果是像梦一样的，那梦是自己的想心所成，那这个定中之佛是我想啊想出来的产物，那还是出于我这一边。但如果是这个佛是定外的佛，如果从外面来，就不能说是他梦中啊之佛了。完全从外面来，又好像这是啊心外有佛了。所以这个到底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鸠摩罗什大师回答，这个念佛三昧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菩萨得神通，智得神通，可以自己飞到他方世界的佛刹去见佛啊，勤法啊，断疑。但显然这不是说于慧远大师的情况的。那第二种情况就是没有现前得神通，他由于常念佛啊，这个佛可以说啊有几种念佛的方法啊，四种念佛，只要其中一种他能够细心一处得三昧，即得见佛。这大概就属于慧远大师所请问的这个问题了。这个见的佛也不是一个虚妄的东西，不是自己妄想出来的，这里面呢有佛的愿力，由于有修行人的正受正定，又有佛的愿力加批，因缘和合，就能够见定中见佛。定中见佛还能回答请教问题，这个定中的佛也能解答他的怀疑。但是对这种情况又不能生起贪念之意，所以佛在经典当中对这个定中能见佛的行者又开示，我不道彼，就是这个行人跟佛之间，不是行人到佛那边，也不是佛过来了，但是定中就能见佛，就能闻法，离不开现前这一念的心。三界之物皆由意想分别而有，通过这样的开示，使行人厌离三界啊，这也是佛善巧说法的意思。如果厌离三界，他就能够离开三界的啊五欲，就深入这个禅定啊，就成念佛三昧了啊。这是鸠摩罗什大师一个大概回答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面还是有佛的愿力的加持在里面，那这个跟这一愿就有关联。因为定中见佛对一般的人说他是很难解释到底怎么回事，这就像刘一明他有定中见佛的体验，他还是表示怀疑，这个定中见佛，你说这个佛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所以他对一个这个真假呢，他都要去验证一下，所以他就动个念头，如果你真的是阿弥陀佛的话，能不能你用你的手摸下我的头。他为什么要动这个念头？因为他还是觉得这个佛到底是什么还是搞不清楚。如果你在墙壁上看那个
画像 佛像，你跟他去讲话，他也不一定能够回应。但是定中见佛，哎，他这么一说，马上阿弥陀佛就用手来摸他的头顶，哎，他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带有人格化的，可以感应上的，可以互动的，可以对话的一尊佛了。啊，那同时他还要去验证，如果你真的是阿弥陀佛的话，能不能用你的袈裟来把我的身体盖一下？那佛用袈裟，只要念头一动，马上这个佛就应他的念头，随他的意，满他的愿。所以这个定中见佛，他是还真的三昧状态啊，这个见到的佛，他就不是简单的妄想出来的东西了。啊，那真的就是感应道交难思议的情形。所以能得到这样感应道交，也幸亏有阿弥陀佛这一愿的这样的一个加批，也唯有念佛行人才能得这样的普等三昧。何以故呢？因为前面有一个前提，闻我名字。那慧远大师组建白莲社的这批人都是闻信阿弥陀佛的名字的，所以他就有这么一个前提，再加上那批人确实是生死心切，放下万缘啊，所有的世间的荣华富贵全都放下，就专门来做这件事情。那是念佛很精进的啊，原来那个莲花有12片叶子啊，是用木头制的，非常巧妙。这个流水就能够使12片那个莲叶成为计时的方法，12个时辰，啊，那个莲社的这批支百二众，那真的是就是夜以继日的修行了，不像我们念念佛，哎，觉得念一个小时差不多了，拜拜佛腰又酸了，打打坐头又昏了，睡他一觉再说啊，我们都很懈怠。所以为什么念佛人多，往生的人少啊？啊，我们生死心还上不来，这种精进心啊，精进勇猛的行为上不来，所以我们就很难看到听到哪个大修行人在这个住在这个普等三昧见到阿弥陀佛的这种情形。阿弥陀佛那我们也有一个放心，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也就这个能得普等三昧的人就属于现前见佛，要当身见佛。那我们呢啊，大部分说以啊当来见佛。什么叫当来呢？就是临命终时阿弥陀佛过来啊，这时候你能见阿弥陀佛。但也要孽障轻一点咯，如果孽障重的阿弥陀佛就来了你也看不清楚啊。还有一种就孽障更重的啊，这个忤逆十恶的罪人，他这个只是见到莲花来，他见不到佛，在莲花里面待一个啊，这个6劫啊或者12大劫啊，然后就在彼土极乐世界，莲花从莲花里面出来见阿弥陀佛，啊，所以当来见佛，所以这个啊，或临终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佛。看46愿，自然得闻妙法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极乐世界国中的菩萨，啊，随他的啊心愿，啊，想要闻什么佛法，自然就是法尔自然的就能闻到他想要闻的佛法。如果这一愿不能实施的话，
啊，兑现的话就不成佛。这也是法藏菩萨很慈悲，知道一切菩萨最重要的是要闻妙法，这个妙法就是大乘圆教的佛法。闻法对一个修行人的重要性，就好像空气和阳光一样。法是出生一切诸佛之母啊。那一个菩萨成佛之后，他是无上士，没有比他更有智慧的，他都要拜师，就是以法为师。但一个菩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闻法有时候不容易哦。释迦牟尼佛讲他因地当中，他为了半寂就要舍身了，说他有一次在无佛的时代啊，佛已经灭度了，佛灭度之后，一般的佛法里面的菩萨们修行就在外道修行了。虽然在外道修行，仍然他有这个佛法的种性，内心还是很渴望闻到大乘的佛法。当时有一个弟子就得要考验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是想闻佛法，所以就变化了一个很凶恶的罗刹过来。这位仙人啊，在雪山修行，这个罗刹就在他不远的地方说了一个偈子：逐行无常，是生灭法。哎，这个仙人一听，马上内心震撼，也许他就有这个善根了，似曾相识啊。哎，这是佛法呀，所以睁开眼睛，这个声音从哪来呀？看了半天才发现一个很长相非常凶恶的罗刹，他就怀疑这个能讲出这个佛法的人应该是长相端正的人呢，这么凶恶的罗刹他能讲出佛法。但是一看没有其他的发出声音的众生了，那只有他呀，所以就向这位罗刹顶礼：你这么无上的法位我听得很欢喜，我希望你能够把下面的那个半偈给我宣说出来。这个罗刹知道这个偈子的价值了，他就谈条件了：我现在很饿了也说不出来了，现在我都要吃东西。这个仙人就说：无论是什么我都给你搞来。他说：我要吃的是人的热肉和人的热血。这一说，这个仙人一看到其他地方找不到，那只有自己现身了。他就跟罗刹说：好，我可以提供给你，但你必须要先跟我说啊。这个罗刹说：如果我跟你说你不贡献给我，那怎么办呢？那这个仙人就说：你只要跟我说了，我一定满你的愿，这是可以十方一切诸佛菩萨作证这个所有的天神护法作证那就是说得很殷重这个罗刹就好，就我相信你一次，就跟他把下面两句说出来：生灭灭已呀，即灭为乐。这位仙人一听就是大震撼呐，得到大的法益呀，心生欢喜呀，他就觉得无量劫以来为无所谓的东西献身都浪费了很多生命，现在为这一个偈子献身太值得了。他就很欢喜，思维了这个偈子的甚深的法义，然后就说给他点时间把这个偈子写在这个石头上，刻在树木上，到处写满要传给后人。做完这个，他就爬到树上，就准备跳下来。
那真的就是兑现他的裸年啊。就在跳下来的时候，这个罗刹他是第十天变的嘛，就知道这个仙人还是真的是求法了啊，就在半空把他拖住了啊，不让他死亡了啊。所以看来这个为了半截来现身，那是这个例子很多。那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多少真心办道的人也为了求法踏遍千山万水。你看那个一梦漫年建岳律师啊，他是从云南行脚啊求法呀，行程20000多里呀，非常辛劳啊。他也曾来过东林寺啊，他来东林寺给我们留下的一个记载，那东林寺很破败呀，不像一个祖庭的样子啊。神运殿是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啊。明末的时候呢，那说明东林寺很破败，很萧条。所以这个建业律师还要带了两个同行的同参道友，就开始把大殿里面的这些灰尘清扫干净，把蜘蛛网全都弄好，准备念一个晚上的佛号来缅怀一下古莲社的这种圣德。等他们三个人刚一坐下来，东林寺一个当家师就进来了，说你们没有经过允许怎么到这来了就要赶他们出去。赶他们出去他们没办法，那就准备在山门口坐下来这个念念佛。哎，这个当家师连山门口都不让他们坐，一定要让他们离开，故意泼水在那里，就让他坐不了。所以这个建业律师在这里受到这样的待遇啊，说我们不要生嗔恨心，这肯定我们上辈子曾经对他不好过，说还债想他还能保持正念啊。当时他就要去找极光律师要求戒，也要请法。结果从云南经过横着到了南京，南京又说他到五台山的，又辗转的又到五台山好不容易找到三昧律师传戒的地方，他就一挂好单就准备去拜见请法。谁知道不那么容易啊，极光律师他下面有两个类似于把门的你看说没有相近是不能见律师的，就是要红包了。那这个建岳律师他是很贫寒呐，身上没有钱呐，所以就由于没有红包就见不到三昧律师。你看，所以他当时就发了一个愿呢，如果我以后做善知识的时候不能让我看门的人有这么一个行为还幸好这个他同伴想了个办法，说我们明天等那个用早斋的时候我们不去过斋，这两个他的下面人他就过斋的时候这里就不是没有人吗，我们就直接进去。哎，这也是个办法第二天他们就忍着饥饿不过斋，等那个两个人走了就自己这个敲门进去了去顶礼三昧律师。三昧律师问他从哪来，他是从云南来来这里干什么，他又不敢说是求戒，因为有没有戒费呀，他只能说我在这里拜文殊。这个三昧律师说文殊就在你心里，还到处拜干嘛呀就类似于这个现前指点开示了
这样就他就再次顶礼回来，不容易啊，你看建岳律师这个行脚啊，真的是看得会掉眼泪啊。那时代又到了这个末法之后啊，这个现在到哪里去找善知识啊？到哪里去闻正法呀？越来越难了。所以我们得到这一愿，我们才想到能够闻法的最好的地方是极乐世界啊。那个闻法呢很自在啊，极乐世界第一能讲法的不仅是阿弥陀佛观音世子，这些诸上善人都能讲甚深的佛法，不仅是正报的这些佛菩萨能讲，这个依报也能讲法，所以极乐世界的那个八功德水，它的水和水的波及的声音就能讲经说法，那个风吹树叶的声音就能讲经说法，虚空的乐器就能讲经说法，乃至于从七宝池摩尼珠的光明当中显现的百宝圣鸟，这些孔雀鹦鹉嘉陵频伽共鸣之鸟都能讲经说法啊，这个情义无情都能讲经说法，这就很自在了，这也是阿弥陀佛发愿很细致。有的往生者他可能就希望自在一点闻法，如果是佛在面前讲法，他又很坐得很端正啊，这个不敢的。如果在鸟一只鸟在面前说法，他可能姿态稍微自由一点，他也觉得自在一点，是吧？如果无情的这些来说法，他可能就更自在一点，他可能在精行状态当中他就能够闻法，而且是自然得闻。自然得闻呢就是法尔自然的，你想闻马上这个音声就出来。那在他方世界你不是自然就能闻的你要请法，请过来以后还得要有隆重的仪式，还有道程序因为这个程序是表明恭敬心的在他方世界是这样做，但极乐世界你就是没有这套仪轨，你只要想听马上声音出来，而且你不想听就极耳无声，它很自在。如果说极乐世界是到处都讲经说法，都是音声，如果不想听的时候，这个声音还在这个耳边，它也不舒服啊，不自在呀。那种人都应该有个主动性呢，主动选择的自由就好。如果被听法，它也是难受啊。所以这个自然得闻，想闻你就能闻。好，而且闻的。这个佛法很对机，藏通别圆三十七道品，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佛法都能说，一闻法很对机，那就是能够对治烦恼，能够开发智慧，能够增上正果的这个速度。引发自信的如来宝藏，那这些无情说法或者阿弥陀佛变化各种鸟在讲经说法，也属于阿弥陀佛施舍这个讲法的四悉檀利益。
那为什么会变化这些鸟呢？是由于这他方世界的众生还有习气，他喜欢这些鸟。众生喜欢溜鸟啊，喜欢这些孔雀、鹦鹉、嘉陵、平阶、凤鸣之鸟，就随顺着你的喜欢，变化这些鸟，这叫世界习谈。随顺你的喜欢，变化你喜欢的东西，让你生欢喜意。等你欢喜了，能够这个鸟在说法，又能产生这个为人习谈。为人习谈是生其善。这个鸟在讲种种法，能令往生者生其念佛、念法、念僧的善心。这叫为人习谈，生善意。同时再看到这个鸟啊，鸟都能说法，对治分别心。一般的人认为我比鸟要高级，现在发现鸟呢比自己还高明啊，它都能讲种种自己不知道的法。这样就对治分别下列心，这就是叫对治习谈啊。然后进一步的思维，这个鸟能讲经说法，这个鸟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啊。所以鸟、阿弥陀佛和自己平等不二啊，这就是第一义谛习谈，如理一啊，正如到真如法性的利益。阿弥陀佛施舍这些讲经说法的手段，一一具足作世习谈的理。所以那都是大善之时那都能让我们得到甚深的法益。这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能够快速成佛的一个重要的真上缘。47愿，即得不退转愿。这一愿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是世界无量的菩萨众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就能得到不退转位。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就不取正觉。这个即得，即就是不隔时啊，很快就能得到。这个不退转就是阿毗跋致，有时候是讲三不退。阿毗跋致三不退，首先是位不退，正到圣位不退到凡夫位，行不退，修大圣菩萨行不堕到声闻位，念不退，念念与一切种子相应。如果再加上毕竟不退，就是只要闻信弥陀的名号，不仅是你相信还是不相信，是赞叹还是诽谤终究都能得解脱。如金刚种子布在内心，这叫毕竟不退。那从大乘通途佛法来看，这个一个菩萨想得到阿毗跋致位啊，是非常不容易的。不退转位在通途佛法来说，至少你要得到原教初住的位置，也就是破一品无明，你才能够说阿毗跋致。如果你在实性位，那都叫青毛菩萨，容易退转。那这个阿毗跋致的相状，你看就有
菩萨大菩萨的那种样子出来了。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有这么一个表述，阿毗跋致的菩萨的相状，等心于众生，不计他利养，乃至失生命，不说法师故，信要生妙法，不贪于恭敬，就是对一切众生有平等心啊。然后其他的比丘法师得到种种名闻利养，不嫉妒，不生嫉妒心。于是你对于其他的法师要尊重，乃至于你丧失性命，你都不要去说法师的过失。对大乘深妙的佛法能够相信，能够好药啊，虽然自己有福德智慧，但是这个很谦卑啊，不贪于他人的恭敬，能够具足这些德性，就是阿毗跋致的菩萨的相状。跟阿毗跋致相对应的就是违约智，违约智就是可能会退转，这个阿就是不的意思，如果前面不要一个不，它就有可能退转啊。所以在违约智的位置上有两种情况，或者他退转就是败坏者，或者他渐渐的修行得到了阿毗跋致。那败坏者的相状也有他的特点，懦活无志干，好邀下列法，身着名利养，其身不端直，吝度于他家，不信邀空法，但贵足言说，是名败坏相。无志干就是没有什么大的志向，对于修善除恶没有勇气，好邀下列法，对那种二乘法以及外道的一些东西他很好要啊，就类似于有些本来是信佛的啊，结果一听法轮功怎么样啊，又觉得好，他就修法轮功了啊，类似于这样的好要下地法啊，对这些名闻利养很贪恋，很执着，内心是机心用事，不是正直心，对他人的利养他很嫉妒，对自己的一点东西很吝啬，对大乘般若的空性他不好要啊，只是喜欢那些这些名相概念啊，言说方面的东西，不是真实的在心地上下功夫啊，这些都是败坏之相，不能成为阿惟约智。所以这个一个菩萨动经无量劫才能得到阿惟约智很不容易，所以法藏菩萨在这发愿，只要闻信我的名号就能得到阿惟约智。这是指他自己还在他方世界修圣道门，通读佛法也能加持他得不退转位。如果这些菩萨当下他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都是阿毗跋致菩萨。那不仅是菩萨一句是阿毗跋致，就是五欲啊，这个五逆十恶的众生，下品下生的众生，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都平等的都是阿毗跋致菩萨。啊，第四十八愿，积德足人究竟愿。这一愿的大意就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世界无量的诸菩萨众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就能得到三种人啊，第一、
第二、第三法忍啊，并且于诸佛法啊，就大乘深妙佛法都能啊得到不退转。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就不成正觉。这一愿也是加持他方世界的菩萨修圣道门的。记得，也就是你只要闻信我的名字，即就是当下不割时，就能圆满具足。所以这个闻信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功德，实在是很不可思议的。他并没有讲要修多少行，完全是你名闻信名号就能得到这个功德的。第一是讲三种忍，这个忍就是慧心安住的意思啊。这个人说以智慧作为他的体性，安住在某种境界当中。从后面的经文来看，这个三种忍就是：第一是音响忍，第二是柔顺忍，第三是无声法忍。华严经有十人品啊，就是菩萨摩诃萨能证到十种忍。所以这三种忍属于前面的十忍当中的前三个。首先来看音响忍。音响忍在十忍品当中是分了两个，一个叫音声忍，一种是如响忍。针对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这个耳根最利，所以一般都是讲经说法以音声作佛事。那如果闻信佛讲的这些身教能够信受接纳儒教修行，这就是音声忍。进一步讲音响忍，就是对这个音声要有般若空性的理解，就是慧心认可这个音声就像空谷回响一样。这个响就是那个峡谷，你一种声音过去，它的回音就是那个响。这个响呢你能听到，但是它没有实体。所以对这个音响忍，你要了解音声的实质空性，所以对它无取无舍，随顺音声的成缘。这个音声也是缘起缘生之法，只要缘生之法就本无自性啊，迁入它的空的实相里面。对这样的音响的实相你能慧心认可，这就叫音响忍。这可能还在散心位里面啊。进一步柔顺忍，就是在禅定状态当中啊，这个心就柔顺了。柔顺就随顺自性，随顺自性升起一种智慧的观照，观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又能随顺真谛和熟谛啊。真谛是谈空性的，熟谛是谈缘起法的啊。这个空有不二呀，空有一如啊，商照两边，商遮两边，这就是在修平等观啊。在这个柔顺忍当中，一则随顺自己的法性，二则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恒顺一切众生，这样就叫柔顺忍。第三呢，就是无声法忍，这个境界就很高妙了。
无生就是不生，不生就不灭，这个不生不灭就是诸法的实相，就是一切诸佛所证的法身啊。那你能够慧心认可在不生不灭的法性或者涅槃上，那这个至少是圆教初住以上的菩萨，又叫同生性菩萨，跟十方诸佛所证的是相同的啊。所以无生就离开一切垢染，就有着无分别啊平等的状态，就能极尽无着、无怨、无住、无去无来。所以在无生当中它就有这些体性，能够慧心安住在这样的法性当中，这就是无生法忍。初证无生法忍是圆教初住的菩萨，要就近证得无生法忍是八地以上的菩萨的这个位置啊。那个八地才能够离开一切心意识，无着妙用。那华严经所说的十人品，除了这三人品之外，另外还有如幻忍，就是对一切法要有如幻观，幻化出来的。如梦忍，一切法如梦。如想忍，一切法就像那个山谷的那个响。如隐忍，就是一个影子，没有实体。如化忍，都是变化出来的。如空忍，就是对这个空性十八空的一个关照。从中来看，这些他方世界诸菩萨得三种忍，其实也包含着得十种忍的内涵在里面。那这个菩萨的正位就很深了，所以他对于一切大乘甚深的妙法都能够不惊不怖不畏，信受奉行不退转。这些加持他方世界菩萨的功德，我们只能是随文解义的说一说。修行有句话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些境界我们都没有证到啊，是很难说清楚的。你比如这个柔顺忍，我们心就很刚硬，就柔顺不下来。柔就是柔软了，顺就是随顺了，我们充满着烦恼，所以这个心很刚硬。顺呢是顺着自己的脾气，你哪能顺法性呢？所以人和人交往都是个个都是个性很强，所以我们这些人对这个柔顺人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是搞不清楚的。比如他对内随顺寂静的自信，我们只要念念佛，向里面看一看，其实我们惭愧心就会升起来。我们里面太喧闹了，一点都不寂静了。那些妄想杂念，这个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呀，挥之不去呀，不招自来呀，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多妄想杂念，所以你就感觉到内心很喧闹，很喧闹都是我们无明的业识的心呐。这种根本无明，知末无明的，我们内心真的是长夜漫漫，非常黑暗的。中门下叫黑漆桶啊，一点光亮都没有。幸亏还有个佛号啊。如果说我们不念，你面对黑漆漆的内心，你怎么弄啊？你下手都很难啊。
所以为什么走通途难行道很难走得通啊？啊，这是不能说大话的，啊，应该要有自知之明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老实亲近佛。哎，你无论是你进行还是打坐，你都打住这个名号。哎，这个名号在黑漆的内心当中，有时候还会啊，好像啊闪点亮光。我们能知道我们妄想杂念纷飞，还幸好这句名号给我们一点光亮，我知道我自己妄想很多，而且还啊分析是什么妄想，到底什么妄想占主导地位。那地藏菩萨赞叉善恶金，还得要赞叉下你多生多劫以来你造的十恶业，哪个恶业比较重一点，你找到一些对治方法啊。现在我们透过佛号，你分析一下自己内心的念头啊，看清楚一下，你就可能会了解自己哪些恶业会多一些，然后侧重在哪方面再对峙一下。但是这句佛号有时候又被妄想杂念冲跑了，把不住，这就更困难了。如果内心深处没有这句佛号在那里，那我们的修行那是永远永远得不到结果的。这个信愿称名真为生死，就要把住这句佛号啊，这是我们的命根子，这是我们生死苦海当中唯一抓住的救生圈，本命圆成。对于我们业地凡夫来说，先解决一个把持名号信愿感通先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问题，类似像加持他方世界的这些菩萨能够得三中人，能够得普等三昧，能够得不退转位，可能我们都很难啊。所以我们先解决一个待业往生的问题，只要一往生就是阿毗跋致的菩萨在那里，所以这些普等三昧，这些不退转，这些能见无量的不可思议的诸佛，在西方极乐世界都法尔自然的呈现出来。所以对我们来说啊，讨论这几愿得到的一个启示，就是一定要成就往生这一愿。成就往生这一愿，就等于成就了一切愿。如果今生不能往生，那就麻烦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啊，完全的就是掉到深渊里面去了。前面我们概略的对法藏比丘所发的48大愿的大意做了一个介绍。对48大愿这种宣说啊，对我们南阎浮提众生来说是一件大事因缘。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限量亲证的境界啊，将这种亲见的境界，法界的奥秘和盘托出。那不仅是娑婆世界教主释迦牟尼佛来称扬赞叹48大愿，乃至十方世界无量的诸佛都在自己所住持的法土要宣讲48大愿。何以故呢？是由于这48大愿是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心心相同啊，是惠于众生真实之力的一个大事。这个真实之力就是令九法界众生离两种生死之苦，切证大乘涅槃常乐我净之真乐。
乃是是十方诸佛的同一的本怀，而法藏菩萨透过四十八大愿，把这种诸佛的本怀彰显得淋漓尽致。所以十方诸佛都会在自己的刹土来宣讲四十八大愿。那从四十八大愿我们来看它的基本的特点第一个可以反映四十八大愿是法藏菩萨大慈悲心的大菩提心的结晶。一个菩萨要从初发心到圆成佛果，他的内在的推动力就是菩提心。这个菩提心首先要切证如法的空相，从这个空性当中升华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心，由这个大慈悲心延伸出拯救众生的大愿。所以从这个四十八大愿来看，悲以拔苦啊，你看第一愿第二愿，国中无三恶道愿啊，这个永不堕三恶道愿，都这是都从大悲心出发。慈以娱乐，大慈心给予众生的快乐，只要往生就有佛的相好光明、六种神通、种种辩才、转女成男啊等等，这些都是慈以娱乐。菩提心有慈悲也有智慧这个智慧有切证诸法的这种根本智，也有从根本智流现出来的方便智所以从往生三愿来看，也就是法藏菩萨方便智的这个表达只要信愿称名乃至十念，我都要来前来接引，都能往生这些都是这个最甚方便这样的心，才能流现出这样的大愿。第二个，我们来体会这个四十八大愿，它的产生是切证诸法实相彰显出来的也就是法藏菩萨发愿的时候就已经是登地的菩萨了这个所以切证到与十方诸佛同样的这种清净心、平等心由这个清净实相当中发的愿，由这个愿所展开的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就表达着法界的这种至真、至善、至美、智慧的法界文明彰显着涅槃的常乐我净。那这个涅槃的常乐我净呢，又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实相。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四十八大愿跟一切众生的心性是密切相关。清代彭绍升居士在《无量寿经起心论》也谈到这一点，就是四十八大愿是依众生一念清净心而得成立的。透过每一愿，实际上我们来关照我们内心的自信清净心的性德何以故呢？自信空寂，离诸恶趣。当知法藏菩萨随顺空寂心而庄严净土，
所以他才国无善恶道愿嘛。自信啊，奇妙圆融，具足佛的相好光明，所以法藏菩萨才随顺这样的妙圆心而庄严净土，一切往生者都有佛的那种紫摩真净色、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金刚那罗延伸，这是一些众生内心本具的啊。自信平等如香普熏，所以法藏菩萨他就以随顺这个平等心庄严净土，所以他的宝香就能弥漫极乐净土乃至于十方无尽的刹土，四十八大愿愿愿都建立在众生本具的心性的基础上啊，还以自心来庄严制土。那这样的情况就好像水来奔赴大海，像山谷里面的响应那个音声，所以才能够自然地发出诺不尔者不取正觉的这样的承诺，以及后面讲完请求内应的时候啊，空中就有一种回音啊，就印证决定必成无上正觉。那从这个切证实相所升起的大愿来看，我们也就要进一步的了解这个净土法门是法界的缘起啊，就不是像我们娑婆世界的啊，一切法都是我们的无明涅师的心的缘起啊，既能是法界的缘起，于是就能成为十法界最为崇高的一个表范，乃是九法界一切众生的归宿。常常我们会有两句话，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它就是大海，一切江河湖泊众水都要奔赴大海，于是极乐世界就是整个法界的众生的归宿，乃至于华藏海会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也都要倒，以十大愿王倒归极乐世界啊，因为它是一个法界的缘起所自故。那么透过四十八大愿，我们是能够体会这个愿海呀、啊、非常的深邃浩渺啊。其实阿弥陀佛面对法界众生发的大愿不仅仅这四十八大愿啊，乃是释迦牟尼佛圣应阎浮提众生的根基啊，宣说四十八大愿啊，有所选择。那么这四十八大愿我们要完全的理解啊，把握现在都不是我们的境界啊，但是它能够提供我们深信切愿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坐标。比如我们境界行人要发愿，我们不一定能发出像这样的水平的四十八大愿啊，但是我们能发什么愿呢？我们理解阿弥陀佛的这个愿意，阿弥陀佛大愿的核心就是要令九法界众生都往生到他那个刹土里面去。四十八大愿提供了很多的理念，它都是针对众生来发的啊，真正庄严自己的愿只有三愿，其他的愿是都是针对众生来发的啊，那就是庄严法身愿的那三愿也是
为了度众生而施舍的。啊，那这样有针对菩萨发的愿，有针对凡夫发的愿，有针对他方世界众生发的愿，哎，这些我们都要一一把它看清楚。尤其我们要注意针对他方世界的凡夫发的愿跟我们比较相应，我们就随顺阿弥陀佛的愿来发我们自己的愿。比如我们了解第十一愿正定必成佛道愿，哎，我们就了解阿弥陀佛发愿的核心是要让我们成就大乘的佛果，所以我们这个愿心要把它提起来。我念佛的目的是往生净土成佛的，你要发这个愿，不是得人天福报的，不是得二乘的化成的。那随顺十八愿，十八愿的核心就是自心信要一生我国乃至十念，注重深信切愿感通佛力，哎，我们就随顺十八愿发信愿称名往生之愿。随顺十九愿，那这个往生也是应种种的众生的根基，不仅仅是十八愿，还有十九愿，还有二十愿，这些都是阿弥陀佛普门平等施受的众生。所以十九愿告诉我们要发菩提心呢，要执重德本呢，细念佛号啊，至诚回向啊，祈愿阿弥陀佛临终的结引呢，哎，我们也发这个愿，随顺二十二愿这个菩萨一生补处愿，他这个一生补处就讲到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还可以到他方世界去度众生，这就是往向回向，现前修习普贤十大愿王的这个愿。有时候叫我们自己发愿，我们不知道怎么发啊，内心很空茫，哎，现在我们就随顺阿弥陀佛的大愿之意来发我们的愿，以我等众生的愿感通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敬业才能成就。所以我们讨论四十八大愿，这是一桩很不简单的事情，至少你要得人生呢，你得要有起码的理解力呀，你还得初步的能闻信净土法门呢，还有这么一个因缘能够听闻到无量寿经呢。那茫茫人海，真的又有多少人在听到四十八大愿的声音呢？所以对此我们要生庆幸之心，稀有难招之想，同时我们也深感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时节以来早已成就，只要跟弥陀愿海相通就能往生净土，但我等众生还在这里轮转不休，苦不堪言这是孽障深重要生悲痛之心呢，要生惭愧之心呢，所以当下在庆幸之心当下，也深信阿弥陀佛大愿为我所发，我只要归投到弥陀的愿海，决定临命终时蒙佛慈悲愿力的接引，往生到极乐净土，无量劫的轮回今生了断，就生大欢喜之心了。这些都是修行净土法门的基本的宗教情怀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